2014年3月10号，赵庆之老人像以往一样去集市赶集。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早晨，却让赵庆之老人陷入一场阴谋之中。赵庆之老人是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水清镇人，今年70岁。2014年3月10号，赵庆之赶集之后准备回家，这时候有一个陌生的女子走上前来，匆匆问了老人一个问题。从这一刻起，赵庆之老人就成了被他人捕猎的目标。赵庆之老人从集市出来后，正在路边休息，一名女子上前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重庆老板的沈医。有个女的就说，你认识重庆老板不？我说我不认识，我就服，我说这只事我也说不认识。赵庆之定睛一看，并不认识眼前这个人，连忙摆手说不知道。问话的女人很着急，说家中有事，要找这位神医帮忙。赵庆之指着迎面走来的另一个人说，我不认识，你问他吧。我说你问那些，那就周警官说啥子事嘛。那时候我家头修房子又从我从我那就那儿谈，我就没走噻，还那儿站着。赵庆之此时才听明白，问话的女人叫张娟，家中正在修建房屋，急着找一位叫重庆老板的神医到家中看风水。后来的女人自称罗姐姐，她刚刚带人找神医看过风水，神医帮人看风水治病都不收钱。那就跟那个对方女儿就说，那是那么我带进去去嘛，那是你去做个见证。赵庆之没有答应，但张娟和罗姐姐一边说话，一边簇拥着赵庆之往前走。此时的赵庆之虽不情愿，但很难拒绝两个人的共同邀请。一路上，张娟说着自家修房子遇到的问题，罗姐姐宽慰她，说这些问题在神医那里都可以解决。他们也跟赵庆之聊了一些老人家中的情况。那摆那里弄么子，我就走后头，就跟着走就可以，没觉得说出来了嘛，没说出来我都记不到。很快，三人找到人称重庆老板的沈医。沈医针对张娟家中修房的事情加以指点，并给出了所谓破解之道。说完张娟家里的事儿，沈医突然对一旁的赵庆之老人说：“你家中近日有危险。”这把毫无准备的赵庆之老人吓了一跳。哎，就说你这个娘娘还有灾难，你信不信？你如果不相信，还过几天就给你弄起回来，你还有气死你了是。赵庆之老人一愣，神医说家中有难，这是否与老人一直担心的事情有关呢？只见神医闭目沉思，说出了赵庆之老人的姓名、家中几口人、家庭地址等情况。神医还知道这几天老人的家中有争吵，有亲人出远门，而这些问题就出在这位刚刚出远门的亲人身上。赵庆之瞬间头昏脑胀。两天前，小儿子刚刚离家外出打工，小儿子的妻子两年前因病去世。赵庆之不想这一家人再出什么差错，因此坚决反对小儿子外出。因为这个事儿，她还和丈夫大吵了一架。如今小儿子刚走，神医就算出有危险要降临在小儿子的头上，这可吓坏了赵庆之。担心这是说一个，还有我还有侄儿，对于社会各方面不太好了解。还来从刚刚我兄弟那个，我兄弟媳妇刚刚死了，心情肯定是不好好的。那时候信你就了12个毛主席的像章，我说来哪里去找啊？那时候好走，就是前个地就有毛主席的像了嘛。神医提出可以利用100元钞票上的图案替代难以找到的像章。一提到钱，赵庆之很紧张，怕自己上当受骗。神医解释说，只是用这些钱上的图案作为破解危机的道具，等破解之法完成之后，赵庆之再悉数把钱拿回去，自己不要一分钱。听到这儿，赵庆之不再怀疑了，
他匆匆地赶回家。你哪去的？在街上叫哈哈。原来刚才回街上回家来，一哈儿，他又上街去，提个口袋就出去。从哪个讲？没有我那会儿上街干啥子？他就匆匆忙忙的噻。然后上来问哈我们那公司啥子办出来？他说现在拿了原来没有，没拿就拿就这样的。那我说你去你去嘛，去问啦，我们又问哈，就这样的。赵庆之老人拿了存折，按照神医的指示，取了27000块钱。这个数字是神医规定的，说是还有3927的意义，是个有讲究的数字。赵庆之老人拿了钱，回到了那个人称重庆老板的神医那儿，他也很谨慎，他没有当即把这个钱就交出去，而是他看了一遍神医给那个张娟做了一次破解之法。他看到这个神医啊，把钱用黑色的塑料袋包好之后，就在这个外面诵念了一些话，好像是什么经文或者咒语，然后他就把这个黑色的塑料袋原封不动的又还给张娟了。这回赵庆之老人放心了。赵庆之把取回来的27000块钱交给了神医，在神医的指示下双手合十，朝着家中的方向走上100步。神医则在包好的钱上面频频施法，待法事结束后，神医将钱还给了赵庆之，让赵庆之把钱在枕头下面放3天，3天过后就可以再次拿出来使用了。他叮嘱赵庆之，此事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讲，否则就不灵验了。回家来一下，他就好像很不舒服呀。不是我又问他，我说你咋个不舒服啊？买工资办好没嘛？啊，没办。别了，那我就回家了，又远出去。然后你啥事你让我看了，说你有啥子拿起回家来，我就说没得，我说妈明天让你看，那就说你让我看，我说我不让你看，明天对我说，明天早晨去让你看，黑了黑了，我说让你看啥子。赵庆之回家后，丈夫坚持要看他拿回来的东西，几番争执后，赵庆之无奈拿出来藏在枕头下的钱，丈夫打开后两人都傻眼了。你知道你想拿给我去的？用于消灾的27000块钱变成了一堆废纸，两位老人知道上当受骗了。赵庆之悔恨不已，丈夫发起脾气，住在隔壁的大儿子被叫醒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大儿子也只能先安抚住两位老人的情绪，等天亮后再报案。当时两个是相当气，我当时属于哪个说法的？我说钱多了落了不在乎，我说关键是你人你要第一，你要不钱多了你就去找来找，你现在又不和你喊他去找来找不转来了，我把他安顿了，我说休息明天再说。第二天清早，赵庆之老人到水清镇派出所报案，在民警的询问下，他仔细回忆了事发当天的经过，包括他在不同时段内所做的事情，所处的大致方位。依据老人回忆，民警调集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，在监控画面里，赵庆之和民警们仔细寻找着老人的身影。哦，那个我。那个那个小名字其实干啥的？赵庆之在集市出来的马路上，先是找到了与他最先搭话的自称叫张娟的女人，此时的时间是当天7:58.29。民警继续播放监控，赵庆之没有想到在张娟的后面还有一个他熟悉的身影。这个是重庆老板在那边的。这个就是重庆老板。哦，这个就是重庆。你在干嘛？就是这个该做是不是？我是8:50，我是8:50就重庆老板出现的时间记录下来。好，我是8:50。
从这幅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张娟出现后没多久，7:58:50神医就出现了。他在后面逡巡，似乎在寻找目标。由此，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个明显的团伙作案。张娟与神医在赵庆之到来之前，已经开始在此地寻找目标了。这个，这是谁啊？我是玉芬，你呢？听说了吗？罗继杰。这个是罗继杰哈，我是玉芬，你呢？罗继杰出现啊，玉芬。8:58:59，短短一分钟的时间里，监控录像里同时出现了三位当事人，分别是最先与赵庆之搭话的张娟，人称重庆老板给他看风水的神医，以及带着赵庆之与张娟去找神医的罗姐姐。你把我修了，修了，不然要干啥？10:59，罗姐姐、张娟两人与赵庆之一同从神医那里出来。据赵庆之回忆，此后他独自一人回家拿存折，罗姐姐则陪同张娟到银行去取钱。11:46左右，赵庆之从家中取完存折，一个人去银行取出了27,000块钱，之后他独自前往与神医等人约定的地方。这个是你要给的账，不交给他账，你给了钱的这个账是你给了钱的，是不是？给了钱的46:30要过去的话，46:30这个货回家拿钱。20分钟之后，赵庆之再次出现在监控录像里，此时的他已经上当受骗，原本的27,000块钱已经不在他的手上，他手中拿着的只是一捆废旧报纸。就是你被骗了以后出来，是不是？哦，10:30是吧？在整个监控录像中，赵庆之认出了最初搭话的张娟、带路的罗姐姐以及那个所谓的神医，但这个骗局到底是如何实现的？在办案民警仔细研判的过程中，有了新的发现。在11:19左右，赵庆之一个人回家去取存折的路上，竟然有两名身穿黑衣的男子一左一右地跟在他的后面。在11:46左右，赵庆之从银行取完钱出来之后，这两个黑衣男子始终尾随着他。这两名黑衣男子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两次同时出现在赵庆之取钱的路途中？这个大明案经过我被害人的叙述和我们的调查走访，当时初步确定的话是一个三人以上的团伙作案，而且的话外地人流窜作案的可能性极大。犯罪嫌疑人是外地人口流窜作案，民警分析他们一定会有一辆车作为作案工具。依据案发时间，民警分析了所有进入案发地的车辆，最终锁定一辆红色的小轿车存在重大嫌疑。把这说红色就是7:54:28，接下来下步分析。这个车出现了？对对对，就是刚才那个红色的车子，今天早上我就是出现了，从现场出来的，它的嫌疑最大。这辆红色的小轿车于当天早上7:00驶入江安县方向，进入案发地，而在12:02左右又从案发地驶出了江安方向，这与赵庆之受骗的时间高度吻合。民警们迅速展开摸排与调查。赵庆之报案的第二天，民警们抓到两个外地流窜盗窃人员，通知赵庆之前来指认嫌疑人。赵庆之接到消息后，兴冲冲地来到水清派出所。赵庆之清晰地记得罗姐姐、张娟还有重庆老板的模样，而眼前的这十几个人没有一个是骗他的人。赵庆之满怀希望的心凉了一半。回到家中的赵庆之一面承受着自责，一面承受着丈夫对此事的抱怨。虽然子女们劝慰他没必要再为此后悔，但赵庆之心疼那被骗走了的27,000块钱，无法面对丈夫的抱怨，他无法原谅自己，
思来想去，赵庆之竟趁家人不注意时服下了一瓶农药，很快就不省人事了。三天之内，赵庆之老人的神经受到了强烈的刺激，先是被所谓的神医大师说你的小儿子外出有凶险，需要破解之法，吓了一跳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被人家给骗走了快3万块钱的存款。报案之后呢，本来有点一线希望，很快又破灭了。一个70岁的老人哪能经得起这么折腾？最后在他的承受力达到极限的时候，他选择了一走了之来结束这种痛苦。犯罪嫌疑人对这样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下手，他们利用一种母爱的本性，利用老人对儿子的关爱作为行骗的钥匙。老人能及时的被抢救回来吗？骗子们能不能被抓获呢？明天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我是陆一鸣，明天见。一个普通的早晨，一位老人成为别人蛊惑的对象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诱饵和计谋，竟让一捆钞票神不知鬼不觉的变成废旧报纸？气愤之极，老人竟服毒自尽。重重困难之下，民警们又将如何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？敬请收看《道德观察》，神医落网记。